平平安。安带来的陈导的灵修分享，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到15节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灵修的题目是《耶稣，我的知心好友》。这段经文是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对门徒们最后的教导和劝勉。经文中很触动我的一句话，就是耶稣说：“我称你们为朋友。”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可以思想一下，什么是朋友？什么是朋友关系？朋友不是上下级，不是主仆的关系，而是一种平行的关系。当我说到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，代表我与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我与此人彼此非常的了解，彼此信任，关系密切。耶稣愿意与信徒、门徒交朋友，说明耶稣并不希望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充满了恐惧、战惊或者卑躬屈膝的，而是像好朋友一样可以促膝长谈，彼此敞开、敞开心扉，说真心话的。而且朋友之间的关系好不好？深不深，不是说说而已，要用爱来建立、维系和证明的。我们家呀，这次回国探亲，受到几位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热情的款待，请我们吃饭，还有朋友把自己的家收拾出2个房间来，特别邀请我们全家去住几天。我们一起畅谈。分享自己的生活、挑战、理想和信仰，非常的快乐。感谢神，还有朋友为我们接风、为我们送行。他们为这份友情所付出的爱心和行动这样的代价，让我深感朋友的美好和珍贵。所以耶稣说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有句俗话说呀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当有一个人愿意为你付上生命代价的朋友的时候，那实在是生死之交，对不对？这份的友情实在是应当珍惜的。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好朋友。他为门徒舍命，耶稣也为你和我舍命。朋友的关系是双向的，他以你为友，你也会以他为友。他对你表示友爱，你也要以爱回应。那对于耶稣这份真挚的爱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呢？耶稣没有说，你也要为我舍命。耶稣说：“你照我的吩咐去做，就是把我当朋友了。怎么说呢？我这次回国，因朋友之邀，还完成了一趟成都之旅。朋友安排全程的安排，我们全家在成都的吃住旅游，而且他们全家陪伴我们生去母九寨沟啊，谢谢生母跟长老的关心。我们所做的。是什么呢？只是服从安排就可以了，那我按照朋友所安排的，我们用去走就可以了。你的话行跟程要求我们一大早就对起对床，对，就要出发，我们就按照要求早起，配合安排，听从安排，因为朋友给我们安排的是非常的体贴，非常的好的，跟着朋友去安排去走，就是对朋友的信任了。当我相信他为我做了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的时候，
我就是把他当做朋友了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遵行主的话，就是主对主为我们的人生旅程的安排的信任，相信主所吩咐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不辜负主耶稣对我们的一片好意。当然，朋友除了相交，还要相知。一个人如果对你自己，对你隐瞒他自己，你也对他一无所知，你不能称之为好朋友。耶稣之所以说：“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。”虽然他称我们为仆人，也合适。我们能够成为主的仆人，其实已经很尊荣了。但是，就像耶稣所说，主人没有必要把所有要做的事情的原委都跟仆人说，不需要向仆人解释，主人下命令，仆人就照做就是了。但耶稣称门徒为朋友，而且耶稣真的把耶稣当作朋友。耶稣不单他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，他也希望我们知道他。朋友之间就是彼此相知、知根知底的，所以他把他所知道的，把父神告诉他的一切的事情，和盘托出，毫无保留的告诉了门徒们，并不隐瞒。今天耶稣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他，使我们知道救恩的前因后果，使我们知道天父的救赎计划。使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他为我们所做的、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耶和华神在旧约古代的时候，也曾经以亚伯拉罕为友，专门来把要关于审判和惩罚索多玛城的事情来告诉他吗？只有基督徒。当我们相信我们是被主所爱的，相信主耶稣对我们的安排都是好的，凡是顺服遵行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与主的关系，我们对主的认识就会加深。我们会发现主的旨意、计划和安排向我们是显而易见的，并不是隐藏的，因为主耶稣的愿意让我们知道。关于他的一切，他愿意让我们在凡事上更多的来认识他。当基督徒与主的关系密切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与主耶稣那种亦师亦友的美好的关系。而且主耶稣不但他很乐意与信靠他的人为友，他也很乐意看到弟兄姐妹信靠他的人彼此成为至亲的好友。我们有同一位耶稣恩友，我们受一灵所感，我们志同道合，一起同工，彼此关爱。今天我与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很好的朋友，我也很享受和珍惜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朋友和真挚的友情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的告诉我。你很乐意以我为友，你曾为我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你愿意我更多的来认识你，与你相交，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意。你也愿意耐心的聆听我的倾诉，陪伴我走过人生坎坷的道路。求你使我信任你，如同信任最好的朋友，使我相信你为我所安排的。甚至我所遭遇的都是为了我的好处，使我凡事遵行你的吩咐，不随从自己的意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